破败军团潘森 ，OK， 这把看我如何狠狠的戳这个武器啊！什么段位的？我来细细的看一下，33343钻石段位，没问题。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潘森真不弱的呀，这英雄啊，可以推荐大家试一下，非常的好用。不会啊 ，Q 会不会放 ？W 会不会放 ？QWE 没了。来吧，武器 ，Q 他一下，先越线打我，戳一下，没戳到。给你来个狠的，没带焦灼，压制力有点骗他的平 A， 没带焦灼，我的压制力有点不太行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等他看他交不交闪了，不交闪 A 死他，交闪我们就 Q 死他。我们征服者是续上的，跳过来直接十二层征服者 ，A 两下一个 Q 就杀了，他两级没有 E， 纯是小丑。哎呦，这 Q 的太小丑了，大伙 Q 准一点就好了，玩他真的。Q A， 他把运下往后拉。A Q， 有七定神拳的话，这个蓝不乱放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的够用的啊。走上去打野来了 ，A， 直播就 W，A， 一个 Q， 舒服了，他没闪现，哦好，那，此乃诱敌深入之计，他死了呀，打野拿，打野拿。小兵太多了，得轻一点，不然控不住了。这多少个小兵？十个小兵了都。一般控线五个小兵就差不多了，多了线要控不住了。卡一下，卡一下，卡一下。喂，盯住他，塔下挂点。哎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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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各位，这么急，让他先走位。一个惯心长枪直接送走他，他会往上面走位道，怎么不按我的剧本走？嗯，扣你的工资。往上面走，这样开 E 吧 ，W A 就是 E， 走位，别急 ，Q 的，还行吧，人都给黄子，没给中单。我挖你的钩子，武器踢下来了，那我就不亏了呀。武器这波推荐我炸了，不然他推荐我这波要亏麻的。好 ，biu， 好果断的闪现啊！你没惩戒了是吧？
没惩戒你抢得过我啊？打不了一点，嘟嘟嘟嘟嘟，哎呦，烫死了！我操，这路过好像还有惊喜呀、啊！啊，舒服了。拉开，再拖，哎，可以，哎，一个加强 Q 再 AQ， 直接可以越了 ，WAQ， 这先锋我觉得可以不放，下路五个渡层，我想办法把塔拆掉的同时，然后我去越波下路，触发一下心血。就跳大把他们下路杀了，然后再把先锋放到下路，这样就能吃十个渡层了，顺理成章的把下路渡层也吃了。嗯，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。看完这个塔我们就行动，走干大事去了。我操，这是干大事的好时机啊，下路死了两个人，就由我来立下这个绝世大功。就跳这个位置吧，哎，你怎么不回家？这么点血，要不你回家吧，啊？你怎么不回家呀，卡莎？你该回家了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非常的好啊！残血不能老是浪啊！等下金特是一个火箭把你杀了怎么办啊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你奶得过来吗？我这输出啊 ！WAQ。你最好别闪现之物，触发星石加速 ，W 晕一下拉开 ，Q， 哎，一技能直接打 ，Q 触发星石 ，WQ， 我这星石满 CD， 随便拉扯他的，哎，这皇子要是有大招的话。没事，往哥哥这里走。大荒星月，啊，来了来了来，往我这走。没用的东西，让你往我这走呀，你恶龙啊！王子也很脆的。一套直接秒，不堪受辱，直接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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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给我们的雪人兄弟点个赞啊，玩得很好，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